法案其實仲有好多條啦。光係而家呢一個公司法咧，因為有900多条條文，議員如果要發言咧，佢可以好長時間。咁所以我哋剩低落嚟嘅日子，大家都數得到啦，5-9个星期嘅開會時間。所以而議員咧，亦都已經有相當多議員好清楚咁表示，第一，佢哋唔贊成禮拜六、禮拜日開會；第二咧，亦都唔贊成咧平日開會咧開得太夜，佢哋都要求照翻10点钟就完會。咁嘅情形之下咧，我哋可以用得嘅鐘數其實唔多嘅。